我跟你讲过啊，我人咧病医检查无法度来，所以你一直拢伫咧病医哦。我会当做证，江总裁一直伫咧病医。哇，这么久长的时间，恁两个拢做伙。我警告，恁若想要亲门大户来破坏阮阿兄的家庭，有我伫咧，我绝对袂给你这个机会。哎呀，阿婆啊，当我辛辛苦苦做遐尼久，你食无几嘴尔，我要食啊。等我有钱先再食啦。我今日拢走几工啊，对一个老阿婆来讲，确实有较臭。我已经甲 baby 甲你讲啊，迄是恁爸仔家的恩怨。你这背不起啦，你无食过这拜酒头准顿煞，你搁想要毁掉道行？你还问阮背去呢？江道成老先生，赶紧出来哦！这边等下就来啊，我的法术绝对不好多，多过这边的眼。我搁分一条魂去你的身上。江崇仁竟然要发誓，你起码是要跋倒一出啊！你千万唔通伤害阿妈跟我阿公，安尼问题是无法度解决的。事实是因根本唔是无辜的，你是冷血旁观者。今日变啊，计点点，把酒给因看，我家己的无来滴。我今日就是要江崇仁正正死，江崇仁就无死啊！你哪有可能会死？你是小命怪吗？会当推开，甚至一条搁一条的命。江超强到底在讲啥？你敢真正起笑？我若无奈一句话讲到你颠颠倒倒，连咪讲到江中林，连咪竟然搁讲到江道成了。